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。梦魇了，请您过去瞧瞧。别过来，皇上。那朕过去瞅瞅。那皇上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朕今儿翻的是你的牌子，自然会回来。皇上，臣妾方才梦魇醒了，心慌得厉害。你瞧你，老是梦魇，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。皇上，您听听臣妾心慌不慌？小主怎么不拦着呀？皇上这一走，肯定不回来。就知道拦不住，以前又不是没拦过，不都还是去了吗？小允子，在。齐妃既然说梦魇，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。这。记得要拿五个海碗那么大的壶，齐嫔的梦魇要紧，也不必煮熟了，滚了就拿过去吧。这，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。熹妃算什么东西？仗着皇上还愿意多看两眼他那副妖媚样子，他就来作践我，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，在佛寺里待着还不安分，绞尽脑汁的勾引皇上，以为大个肚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吗？本宫总要让他知道厉害。你有多厉害，本宫不知道。本宫只知道隔墙有耳，齐嫔还是擅自珍重的好。有这回子骂人的功夫，还不如多喝几碗糙米薏仁汤，好好治一治梦魇的毛病。